今天我就要让奥特曼好看啊！我们的奥特曼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就是，你先把宝剑拿下来，别误伤了奥特曼。要我放下来也行，不过什么？你说，你们得给我找到终极赛罗的 SSP 卡啊！终极赛罗的 SSP 卡，这可是出了名的难找啊！难找？那我就别呀、啊。杰克、皮卡斯、艾克斯奥特曼、迪迦奥特曼、维克特利奥特曼、终极赛罗，哎，找到了！啊，这么快就找到了？真的假的？是赛罗，只不过是 SP 的赛罗。SP 卡的赛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虽然我们没找到 SSP 的赛罗，但是 SP 卡的赛罗也很稀有啊。对呀、啊，都是赛罗，而且 SP 卡也很值钱的。要不你就先把奥特曼放了吧。我再说一遍，我要的是 SSP 卡的赛罗，不是 SP 卡的赛罗。快给我找，要不然就别怪我背靠看去了。好好好，你别杀了奥特曼，我现在就给你找。哎，这里面会不会有 SSP 卡的赛罗呢？快点拆啊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很快很快，雷杰多奥特曼、巴罗萨星人、终极赛罗、德卡奥特曼、奇卡斯、托雷基奥特曼。哎 ，SSP 卡，那是赛罗 SSP 卡吗？找的还挺快，快点交出来，不然我就对奥特曼不客气。不好意思，我找的不是赛罗，是 SSP 卡的迪迦奥特曼。啊，完了完了，奥特曼要遭老罪了。不是赛罗，你们耍我是不是？这么奇葩奥特曼就能找到，就算了。那就别怪我对奥特曼不客气了。哎，别呀、啊，这样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们这次一定找出来。对对对，求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那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你们找，要是再找不到，你们也别想出去了。好好好，终极赛罗 SSP 卡到底在哪儿啊？盖亚奥特曼、乌拉、杰德奥特曼、雷欧奥特曼横版卡。好像找到了。真的假的？你是不是又在亏我？快让我看看。真的找到终极赛罗了，不信你们看。哎，真的是 SSP 卡的终极赛罗啊，这个卡很难拆。既然拆到了，那就快用卡片和我换奥特曼吧。这个卡很值钱，我不想买这个卡片卡。我也是，要不我们还是别做奥特曼了。快快快，快用你们的卡片给我换啊。我现在不想做奥特曼了，我只想要卡。啊，奥特曼怎么救了？这必须得救啊！这卡多难得啊！不救不救！哎呀，小别啊，求求你了！